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其次的电影元神活动，彩糖与蔷薇的幻色颂活动剧情记录更新至 10.23。其次的电影前往任务。好、哦，把这本、啊。等一下，照我这，小千傻、啊。这个呢？这两个照过了，轮照、啊。这两个，我操！咱们一来就开始商业互吹是吧？无上人选，花之骑士本尊，说得好，再夸夸。伐护莫那学院的冥符学者，怎么还有冥符学者？花骑着不为人知的战斗，神秘幽邃的险境，展出邪恶势力的故事。咱们上一次拍电影好像还是两个桶枪手啊，在上一次好像就分了什么到期那个拍的那个啥了。哎，或者上次那个两个桶枪手拍完之后他也没有到期之后彩蛋啊，说什么比如说什么到期人民看到了大小姐啊、阿闪、森林灵皇和校工那个拍电影什么巴拉巴拉的，没有这种彩蛋齁。演戏我不太好，战斗我很专业。直接不用那么着急吧。啊，限定积分打怪的一雕考王，愉悦获得更多度喜书。我以前是不是见过西家这个最值钱的画就是那个卖糖果的嘛。咱们找那个糖果几号几号，我估计就是他啊，就是他。电影的进度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做不到或者拍不出来的问题，很久以后的，真保险，真机灵。下次再来。感激不尽，这个应该也是5000，这也是5000。